大家好，我是三妮。每一张音乐作品呢，都是每个音乐人的呕心沥血之作。那我们评审的责任呢，就是要去芜存菁，淘汰一些不合适的。就这样。我真的有这样吗？因为我一直在金曲奖上模仿老师，所以一直没有一个机会好好的跟他当面的打个招呼，跟他道个歉啊！啊，不知道珊妮老师来了没有？珊妮老师，珊妮老师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珊妮，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优质的音乐节目，教会你所有的节拍。欢迎收看《山鸟节拍》。好节拍。